昨天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国民党不会拖，也不会照进，我们一步一脚印，稳扎稳打。现阶段我们最重要就是3月4号南投补选，补选之后我们再来讨论。不过我也提醒大家一件事，4年前民进党也是公布一模一样的时间，最后民进党提名的时间延后了2个月，到6月中旬以后才完成。我们现在所有的目标都是希望团结国民党，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志大家共同团结努力，我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要为党好，为国家好，为社会好，让大家看到我们国民党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。最近都喜欢讲一些前辈的智慧用语，我们多做一些好事啊，多说一些好话，多存一些好心，只要对大家好，对党好，对国家好，对全民好，我们就赶快多说多做。真的，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不要说是非，不要听是非，不要传是非，不要怕是非，一样的，不要说谣言，不要听谣言，不要传谣言，不要怕谣言。我相信这是谣言。